直径的放。这是卡尺，这里是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，8公分啊，这个宽度，这个东西，你以前戴过是吧？嗯，戴过啊，所以很光滑，也很感觉到，尤其那个，包胶也很到位了啊，没那么它的韵，你看它很光滑，韵味也很足，油韵度也很好，这个您说几千块钱了，嫂子？一共4、5千块钱了。4、5千块钱啊？现在的话呢，这个玉石的，因为您也戴了这么久了，我给您给个合适的价格啊。如果我们您不卖的话也没关系的啊，好吧？好。一口价啊，我也不罚您很多的价，3000块钱，3000块钱可以的话，我就帮您买了。这个是，你主要是问题是。你这个戴了那么久了，一个3500喽。还是要3500？我刚刚说了一口价啦。3400，我那4000都没管，3500算的了那都。3500块钱。这个要3500啊。你个货来说的真货去了。对，它是冰种的，翡翠冰种里面一种的啊。只是说戴了那么久了，就，感觉那个我自己想戴就没那么舒服。这是属于翡翠冰种的美人手镯啊，好，就3500了啊。好，一点一点。这不然我是做过的戴你进来了，又戴的进来，我上的买去了。不是这样。来，感谢了啊，叔叔。好，谢谢哦。